脑卒中是危害人类健康第一位致死的和致残性的疾病，所以脑卒中发生了以后，对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会产生严重的影响。第一个，它死亡率就很高，一旦得了脑中风，这个死亡的风险呢，可能占的比例很高。对于缺血性中风来说，可能有1/4的病人可能就会直接造成死亡；对于出血性的中风来说，可能有1/3的病人就会造成死亡。所以，中风是我们最常见的死亡的疾病。第二个就会致残，大约有1/3的这个脑血管病的病人，在得了脑血管病以后就发生了残疾，而这种残疾呢，往往是中度或者重度的，是需要人照顾的，所以会带来社会和家庭沉重的负担。脑卒中的死亡率很高，很多病人第一次卒中就会导致死亡，缺血性卒中的病人呢，大概有1/3就会发生死亡，所以呢，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。目前做的全因分析，从2010年以后，中国导致死亡的第一位原因一直是脑卒中，所以呢，国家也下大力气来控制这个疾病，减少这个疾病的死亡。